我们不能永远做被动挨打、还要豪情满怀的军人，也不想永远是一支以大量牺牲和损失为代价换取胜利的军队。你们都看到支持碑了，我们就是不希望让悲剧再重演。虽然那只是一场演习，但是它比真正战场上的失利更让我震惊和痛苦。我们的军队几十年不打仗。 我们的官兵们也很少闻过现代战争硝烟的滋味，因此，请你们来给我们补课，就是让我们懂得现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中国军队将如何迎接一场未来战争？给我了。 哎呀，舒服！哎，排长，这光喝水啊？我这一天没吃东西了。有啊？嗯。来，吃。嗯。嗯。谢谢啊。 慢慢吃啊！嗯，霍德，嗯，这位是我们营长，跟你聊聊天。啊，领导，嗯，这是他的士兵证。不着急，慢慢吃，管饱。嗯。 我就是说嘛，这共军啊，优待俘虏。<笑>你是刚当的兵吧？嗯，3个月。啊，你们山豹旅怎么跑到牛首山来了？这里的演习可没你们份儿。我们是配属于假蓝军的，啊，我们才是真的蓝军，专业的蓝军。哦，我说嘛，那你们收路线走错了吧？啊，不可能。 我们沿着河边走，连长他们从右侧过大山，指导员从左边走，这没错。咱俩相识也是有缘啊，还想吃点什么？啤酒，有吗？给霍德同志整点啤酒来。是。哎，辛苦啊。 注意，蓝军一股从牛头山左侧小路包抄，另一股从右侧山上过去了，马上组织围歼，马上组织围歼。一打，连溜了一圈都没带啤酒，就这个。对不起啊，霍德同志，演习期间不能喝酒，因此一听啤酒也没带。这样吧，来瓶矿泉水。啊，那也没办法，这也行了。<笑> 嗯，你还有什么情况没说吧？啊，什么情报？啊，营长，你这想套我话，让我出卖组织啊？那没毛啊，我大不了不吃了啊。你表现得很好，还很坚强。那是啊，我没参加过演习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？可不是嘛。 开始还觉得挺好玩，挺有意思，可是这进了大山之后啊，我就懵了，这东南西北分不清不说，连口吃的喝的都没有。这演习啊，比拍戏还苦。哼，是吗？可不是嘛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在剧组的时候啊，那帮演员啊，每个人都有助理，都有助理啊。这真正的一线大腕、明星大腕啊，一个人仨助理。 房车你们知道吗？嗯，直接咔的一下就开到现场啊！那些人都下来了，有专门沏茶倒水的，有拿椅子的，嗯，还有拿着剧本啊给你对台词的，啊，什么文替武替光替，那多了去了。
你说的是皇上驾到了吧？皇上算什么啊？我可没见过。我说的是明星大腕儿啊，那派头啊比皇上可大多了。跟你们说这么多，你们也不懂。总而言之啊，是比这个演习要舒服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我，只是一个战无名的小演员，但是在现场那也是有场工给递热水的。哟，气派啊！哪像现在，哎，谁都不管，就把我扔这野山沟里边。这想想都有点后怕。你说万一遇上狼什么的？我听说这留守山的狼最喜欢吃小鲜肉，而且吃肉不吐骨头。真的？哎，你在逗我玩吧？这哪有什么狼啊？我告诉你，真有狼我也不怕。哦，大不了来个获得打狼。你说的是狼替吧？你全懂啊。你们旅长叫韩鹏吧？没错。你认识？何止认识，那是我大哥。真假的？不像。啊，你瞧，韩磊。怎么样，没错吧？没错，跟那个歌手一个名字。不是，哎，就是亲大哥。那还用说？哎，奇了怪了，你怎么跑西边去了？哎，我们那叫阳洞。哎，你们懂什么叫阳洞吗？我只听说过果冻。喜羊羊，美羊羊。啊，明白了，那是山羊在动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你太有意思了，你怎么当上营长的？啊？那这阳洞的意思啊，就是假装的，忽悠人呢。哎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。哼，再讲你点水果吧。不是，等等，营长，什么情报？不是，谁提供情报了？压下去吧，交导演部休息。啊？都找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找到，没有啊。他脚还受伤呢，能往哪儿跑？哎，班长，用卫星定位系统查吧。不好，或者被红军抓走了。快通知指挥所！三栋幺，三栋沟紧急呼叫。三栋幺收到，请报告。报告三栋幺，三栋沟有一只羊被狼叼走，很有可能暴露羊群路径。三栋幺明白，请你们注意自身安全，群狼随时会来。明白。撤。是。报团，开回去了。不是，回哪儿啊？演习结束了，按照规定，我们释放俘虏。啊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山豹旅？是啊。我不回。我们这里不收留叛徒。谁是叛徒啊？还嘴硬！表演露在上面了。什么表演啊？哎，哪部戏啊？啊？像是你在心田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哎啦啦啦啦啦。我说，
上到头上啊，鼓掌。投降吧，投降，我投降。刚才我们大家都欣赏了霍德的精彩演出，大家来谈谈自己看法和感想吧。这是我们排，我们连，我们营，甚至我们旅，从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，史无前例，空前绝后，让人刻骨铭心呐。这样吧，霍德，你自己先来谈谈吧。啊，我就不说了吧，反正都演砸了。怎么砸的？你说说吧。台长，我当时真是又饿又困，不是谁知道这个韩旅长他弟弟跟我套词是为了套我的情报。别瞎扯，谁是韩旅长弟弟？不是，就刚才那个营长啊，他不是也姓韩吗？行了行了，霍德，就是因为你泄露了情报，最终导致蓝军秋后行动完全失败，一排二排遭到了红军埋伏，差一点全军覆没。我不知道。我看了刚刚的视频画面，我感觉到很可耻。作为一名军人，如此无视纪律，无视集体荣誉，甚至不知廉耻，让我感到很震惊。我认为霍德不是泄密，而是出卖与背叛。他已经丧失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，必须要执行铁的纪律，送他去军事法庭。哎，我霍德，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来当兵？你当兵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如果你觉得当兵亏欠了你，你应该马上离开。我们的集体绝不允许出现这种给军旗抹黑、贪生怕死的败类。行了，我以前是十分崇拜军人的，也觉得穿上这身军装特别的帅，特别的酷。而且，尤其我女朋友当兵以后，我不想被她看不起。可是打死我也没想到，这部队里边的生活这么苦，这么累。这白天要训练，夜里边还要集合点名，早上还得跑操。这明明有甘露不走，非要下泥塘。还有各种条令、条例、清规戒律什么的，我是真受不了了。这比在剧组里边干群众、干场工还要惨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是选择性的失误，我误入歧途了。这身军装穿上，装装酷，耍耍帅，做做秀还行，这要真当兵，那真不是人干的活。所以我求求兄弟们，你们就同情同情我，理解理解我，行不行？总部，是，我是总部，我承认。我知道，你们一个个都看不上我。你走吧，谁也没拦着你。齐心，战友们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就放我一马。我现在实在是走不了。但我敢保证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惹事了，我也不跟着出去丢人现眼了。但是你们以后的训练、演习什么的，就别算上我了，我不参加了。我好不容易熬过了六个月，还有一年半，我就可以走人了。我拜托各位，你们就放我一马，就全当没我这个人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啊！排长，我说两句吧。霍德的被捕，我有责任。我是他的班长，他是个新兵，对很多的纪律和常识还不了解，又是第一次参加演习，我不应该把他一个人留在路上。在行动中，对他的训斥多，关心少。还有另外一点，霍德当兵的目的跟我们不一样，
我们不应该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标准来要求他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只要进了这个集体，我们就有责任不让任何一个战友掉队。还有一年半的时间，我相信在这一年半当中，霍德会振作起来的。九班长说的对，霍德，刚才大家的批评你不一定全能听进去，但是你有一句话我听进去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不想让女朋友看不起你。没错，要不然我的苦就白吃了。我可是他的忠实粉丝啊。不是，别笑啊。好了，霍德，虽然你起点不高，但是最起码你不愿让女朋友看不起你。咱们就照这样目标前进吧，还有一年半的时间，让他看得起你，让你成为他的偶像，怎么样？排长，你这话我爱听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给霍德加油。霍德，加油！加油！霍德！霍德的一番阐述，让在场的战士们第一次领略到不以为耻也不以为荣的淡定和真诚。谁也说不清楚属于哪种价值观，谁也分不出是江湖中的哪个门派，但霍德说的又全是心里话，直言不讳，无所顾忌地作践自己，比你骂他还要狠，想吐槽都感到才尽词穷。风速变化，明白。黄副旅长在里边吗？首长在里面呢。在啊。对，我进去找他说两句话啊。好。下一科目，快速消灭多个目标，20秒。开始。队长，你来干什么？常回家看看。哎呀，打得这么帅啊！好，干嘛呢？一枪脱靶，一枪没中要害，怎么打的？黄队长，再来一次。别生气，来吃口甜的。这是美国货，蓝军特供啊。我给您放这儿啊。听说你最近有些起色呀？对，班长表扬了两次，遭到排长提名一次，还行吧。找我有事儿？黄副队长，我想找艾佳说两句话。就两句话，我一会儿就走。等打完再走。
哎，洪副旅长，我听说咱们大队里边有全军的射击枪王啊。嗯，艾家他们班长。赶紧去吧。哎，速度，速度！全班都有，下面进行狙枪练习。我在训练。洪副旅长批准我来的。哎，刚才那几枪打得太帅了，离我们班长差远了。他当多少年兵啊？而且还是枪王，跟他比。哎，跟你说件好事儿啊。哎，你看，嗨，孙志鹏过生日，发信息让我去了，我想让你一起去。孙志鹏。谁呀、啊？就是现在特火的那个阿蒙啊。他原名叫孙志鹏，后来改名叫阿蒙了。哎，就是他顶替了我那个男一号，现在火的不行了。他亲自给我发消息让我去，我能不去吗？那你就赶紧去吧。哎，不是，我想让你一起去啊。你想啊，他过生日。那肯定各路明星大腕儿、大记者、大导演，那都得到现场。咱们要去啊，能认识不少人呢。我不感兴趣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不是，下面进行第三个科目，射击训练。哎，我已经请好一天假了，连长看我最近表现好，奖励我的。不是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请假，我帮你去请啊。啊，嗯，哇，这么烫，啊，那行，那我就这次我就自己去啊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向他问好的。什么好不好的？我又不认识他。走了。菜馆去啊，不要停，喝，一直喝啊，来，喊起来，好好好，来，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哎，直播呢，等会儿我，我傻瓜，傻瓜，一碗饮酒醉，醉翁家人，阿
盟，看我带谁来了呀！哎呀，你们可算来了啊！啊，去一边去。哎，举手，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哎，好，来，霍德过来。哎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著名的投资人齐总。齐总，你好。上回那部戏啊，就是他投的。你好。发大了，齐总啊，发大了。那个，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我这兄弟呢，老同学霍德，跟我同窗了4年，他要不是去当兵了，嗨，现在跟我一样，也成大腕了，是吗？不瞒你们说啊，当初就是他推荐的我。嗨，阿蒙啊，齐总，你得给我这兄弟安排个戏啊。行啊，你阿蒙的兄弟那就是我兄弟，这事儿包我身上，小事儿一桩。齐总，您要是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我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先干为敬。今天阿蒙生日，干脆我们一起来吧。啊，没问题，来，没问题，来。这快点。祝阿蒙生日快乐！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的，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兄弟们啊，来，干了，干了。海亮，阿蒙，我们先过去一下，还有点事。再失陪了各位。好了，好，再见，你们慢用。回来吧。去。这静静和梅梅啊，那都是名模，现在呢，都死追着我蒙哥。不是，这俩一块追啊？哪止俩呀？我们蒙哥现在牛大了啊！哎，别墅刚装完，那全是地中海风格的。刚又换了辆新车。什么车？X6。我去，他哪儿来那么多集啊？哎，兄弟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蒙哥现在一集40个。啊？那一部戏就1000多万，就这，那还没档期呢。真没想到啊。兄弟，那你是啊？我嘛，现在是蒙哥的首席助理。他都有助理啊？我们是个助理班子，我就负责这个比较全面的工作啊。还有一个生活助理崔小姐，一个台词助理林小姐，对，就是在现场负责读词儿、提词儿的那个。还有一个司机兼保镖。哎呀，这真没想到啊！宝贝儿，你俩呢？先到那边坐，啊。行。我去跟我兄弟聊聊天儿，啊。蒙哥，那我走了。不要想我们啊。去。霍德，啊！老同学，生日快乐！霍德，啊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让你来吗？咱俩老同学呀、啊，老同学，啊。老同学的就算个球，哼，老同学多了去了。谁给过我机会？阿蒙，你除了你兄弟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真的。要是你当时演了这角色，今天在这请客的肯定就是你，真的兄弟，我感谢你，我真感谢你。阿蒙，行了，我敬你，我来敬你。来，来，等会儿啊，今天我生日，你得喝酒啊。队里边有规定，你甭跟我来那套啊！你不喝酒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不是我说你们兄弟啊，你去当个什么兵啊？啊，嗨，出来拍戏多好啊！我现在一年四个戏最少，多少钱知道吗？6000万，6000万一年呢。你当八辈子兵，你能有这个收入吗？啊！来，先把这酒喝了。一句话，一个戏你男一还是男二？我阿蒙说了算。阿蒙，兄弟。我喝。时过境迁，你得抓紧。萌萌。姐可想你了。哎呀，姐，我也想你。知道吗？你也让弟弟，也不能呗。小样，来，王参谋，首长开完会马上就过来。啊，这是你们的下军计划。战区陆军已经批准了。是吗？首长真是雷厉风行啊！这机关办事效率高了，我们的动作跟不上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嗯。哎，侯部旅长。啊。我可是听说最近几次实弹打靶，山豹旅特战有几个尖子出来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也是刚听说。你不是一直压着不报吗？嗨，我是觉得在家里打出来成绩不能算数，这环境太熟悉了，哪片树叶洞，几级风，这队员们都特别清楚。其实这样并不太好，时间一长，他们只适应一个地区的气压、温湿度，还有磁场，一旦有变化，有时候几天都找不着感觉。我就想啊，等到了夏训，带他们去陌生的地域和新环境再打几轮，结合突发情况新科目训练，那个时候打出来的成绩才是真的呢。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，一直是我们部队训练中的瓶颈。是，美军的海豹突击队呢，几乎可以在全球任何地区。任何时间内展开作战行动，这肯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所以我认为这次夏训我们应该拉远一点，全面检验这几个月训练成果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啊？就直接说吧。参谋长，首长，我们夏训能不能换个地方？你们想到哪里？大城山基地。嗯，1500公里。好，这样，你们马上把实施方案报上来。那看来军事预算和保障措施还要调整。没关系，我们早有预案。哦，行动很快嘛，这刚说起的事儿，你们怎么就有预案了？提前多做几手准备总是没错的。那既然有预案了，把预案报上来，我看看。下午就让郝参谋长亲自送过来。首长还有什么指示？等你们把预案报上来再说吧，先回去准备吧。是。佟政委，留下来一下。是。
同辈，坐。同辈啊，这次夏训你就没必要去了吧？为什么？大城山气候炎热，生活条件很差。你作为女同志，我是山茂旅的政委，越是条件艰苦，我越不能脱离部队啊！不能因为山茂旅的政委是女同志就受特殊照顾吧？这不是特殊照顾，是上级安排。我听说你们打算还想再要个孩子，这是韩鹏跟您说的吧？这是好事嘛，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，你们有符合条件，也有这个打算，那就必须得抓紧，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你在工作上一向追求完美，严格要求，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这是你和其他的教授、研究人员所不同，也是我们把你从国关借调过来的重要原因。而且你和韩鹏在组建山堡里的工作当中，互相配合的也很好。战区陆军首长对你的工作十分满意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工作和个人的需求其实并不矛盾。我是想，山豹旅的工作相对其他部队更复杂一些，新兵多，高危科目多，训练任务重。尤其这一次，也是第一次去大城山基地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一个新的地域。我现在离开部队不太合适吧？要不这样吧，等夏训结束以后，我再申请休假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我想啊，如果再派一名干部过来，临时顶替你行不行？恐怕不行。当然了，新来的同志工作能力肯定比我强。不，但是他未必有我对山豹旅那么了解。等他来了，对山豹旅熟悉了，夏训也结束了，还不如我再坚持一下。好吧，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。首长，请说。政治工作上的事情，你可以动动嘴就行了。其他的事情，跑腿的事情，就让别人去干。训练演习，就别亲临现场。好，我答应。好，那就注意安全，多加保重。谢谢首长。喝点水吧。你把毛巾给他搭上吧。哎，排长，刘晓，他到底喝了多少酒？谁知道？昨天晚上把他从操场背回来的时候，就一句真话都说不出来。今天早上也起不来，把他拉起来了吧，衣服还没穿上就吐了。你闻闻，一身的酒气。以后获得的外出严格限制，这才刚有点进步，这一出去就完蛋。也不知道跟社会上什么乱七八糟人来往。哦，这个他说了，那个他的朋友阿蒙过生日，大明星阿蒙啊，他跟他那个阿蒙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关系还挺好的。哦，请假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？光说是同学聚会。阿蒙还是个不错的演员啊，他演的那个叫什么，挺有正义感的。是。哎，这卫生员，啊，获得违规饮酒。违反了中央军委关于严禁违规宴请喝酒的规定，造成了较坏的影响，给自己和单位荣誉抹了黑。经旅党委研究决定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。排长，这是明显的酒精中毒，先弄到医务室挂水吧。抬走吧，谢谢帮忙。好，哎，慢点。慢点，快，头，哎，慢点，哎，让你喝，我来架着他，头，来，慢点，一二三七，慢点，来，哎呀，咱们徐政委啊，组织干事出身，从连队当副指导员开始就整理材料，
哎，真有才啊！我可以说，全战区陆军没几个能比得上他们。就像咱们常说的，一滴水啊，哎，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样。这一滴油啊，要是流到地上，它能给你讲出一堂石油开采演练课的。从王进喜说到大庆，从大庆啊，给你说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，这一点啊，我还真挺佩服政委的。一块砖头，它能给你演绎出一座城市的情怀。哎，一个细节啊，它能给你推动出一个轰动的事迹来。哎，这点啊，你可得好好的向他学习学习。就上次他整理的那个士官父亲有病不能回，坚守岗位60天的材料，就是士官王小兵的事件，对吗？多感人呐！啊，其实就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，部队年年有，天天有。哎，徐政委啊，给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认识，上升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，你看，这材料的品质就不一样了啊，就跟单纯的牺牲奉献不同了，就有了时代感了。这事儿要是能推出去，非感动中国不成，还真是啊。军号声声震旗扬。我冲锋的欲望有灵魂，有品德。